满足你这个小要求，好吧？我在手机，我在手机里面找一下。兄弟们，鱼包里面发一个我的照片，我怕你上来给我发个什么，什么露腹肌、露胸肌。兄弟们，这个鱼包里面发个带地中海的图片，发给我啊，年轻一点的。我打个辅助吧，我打个地中海，发我一下。露露吧。我你妈怎么又是打野？你赶紧去打野吧，我玩中路。我怎么又是中路？你玩中路，你玩打野，我玩中路，咱们换个位置。我不会打野怎么办？我慌了。我给你发张我的，我怕你会爱上我。你等会儿发，哥哥等会儿，你能不能看我长得像古力娜抓的份上？我只是说你长得像而已，你不要想多了。你是古力娜扎的姐妹，叫做马尔扎哈尼，不要想歪了你。你这话说的我就有一点点不太乐意了。啊，没有，其实我有点想去整一下的，因为我觉得别的女孩子眼睛都好大。我来看一下你需要整哪里啊，我给你参考一下。好，你帮我参考一下嘛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我长得就是，不太招哥哥喜欢。你长得怎么说呢？啊，我们家有机器，赢了。你去打野啊，我玩中路啊，你打个野。我不会打野。你不会打野，你随便玩。我中路很强的，一个人打九个人。那我打野打得差，他们骂我，你能不能帮我呀？啊，不能。求求你了。嗯。那算了吧，那我就走中路。算了，你不要搞啊。不搞，我打野没关系。看这个阵容，我觉得我打野稳赢。靠！打野用哪些英雄啊？打野用什么英雄啊？打野都行，你想玩啥？你玩光辉打野其实也还可以啊。光辉可以打野吗？你在搞我？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，我管不着你。不行，你要管我，你怎么都不管？你看到照片就不要我了吗？我靠！你赶紧的，你随便选个打野，能打野就行了。我带你飞。像这把的话，如果我能带你飞的话，你能不能给我开个视频呢？啊？那你还没给我发你照片呢，我万一我被骗了怎么办？我如果长得帅的话，你能不能给我视频一下？可以。那你一会儿可以给我几分钟吗？因为我没有看我的摄像头能不能用，我好久没用过了。行，那你要先给我发照片。完了，我没有换，我惩戒了。你换个惩戒。我应该带啥？哦，对，打野带惩戒了。你不是废话吗？你。我没有，哎，我就是那种我不是技术陪陪，所以很多哥哥都不喜欢我，我也挺困扰的。有这可以，我给你发上我的照片吧。好，你发我了，看看，我准备好了，搓手手。他们都叫我常德彭于晏，你看一下长得怎么样？好吧。常德彭于晏吗？对，他们都喊我彭于晏。你刚才不是说你是那个谁，你是那个奶茶的那个什么吗？我不仅长得好看，而且呢我还非常有情调，知道吧？彭于晏发你了。哦，就贼有男人味的那个是吗？对，有男人味吧，这还可以吧。等会儿我电脑有点卡游戏，对不起。这个花是送给你的，虽然说我们见不着，但是我送给你。你在搞我吗？这是这不可能是你，这要是你，我今天把桌子吃了，我把我屏幕吃了。你看你这个画质都那么渣，你肯定是网我，你绝对是网图，你这你别我是网图，我网图我不能找帅一点的吗？我怎么找这样丑那个，找这种类型当网图呢？是不是因为你跟他长得差不多，所以你想拿一张丑我的底呀？我懂了 ，OK。我跟他长得差不多也太秀了，我跟他都是男的，确实差不多，性别是一样的，但是。我比他稍微帅一点点。真的吗？长得好看能视频吗？如果我长得好看。你等我一下哈，哥哥，我先进来买个妆。买个妆是什么意思？我因为我怕我一会儿我一会儿坑了他们其他路的说我，然后你不帮我。那我这把带你赢，咱们视频一下，不过分吧？那你要给我先看照片，你不能跟我那个什么。看照片啊，那既然你问的话，那我就给你发张照片吧。好，发张我的照片，好吧？等一下。为什么你可以一边发照片一边那个呀？我应该先拿，花哥哥。
等一下，嗯，喜欢什么类型的照片可以跟我说一下。我喜欢那种干净一点的男孩子，就不要有胡渣，拜托，就是不要有胡子啊。我、我天天剃胡子的，天天。真，那以后我帮你剃，我剃胡子还是剃的，应该还可以，因为我之前就是、这么真实的，就是有画画嘛，然后对。哎，像你这样，你为什么嘴下面有个唇钉呢？你是不是长得丑，玩的花呢？你，你为什么、你为什么有唇？你为什么会有唇钉呢？你，你为什么要抢我的头呢？你这个小姐姐，没有思想觉悟。我靠！拜托，哥哥，我是个打野。刚刚他指我面前，他。怼在我脸上了，我那一般会玩的小姐姐，这个时候已经停止攻击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攻击呢？不让老板人头，你没有思想觉悟啊你！老板，对不起，那我把红给你好不好？那倒不必了，等一下给我视频一下，不过分吧？那你照片发了吗？我看看，我怕你对我产生什么不一样的情怀。我看你。你为什么要这个嘴里面打个钉呢？是不是？完了完了，我没了。你为什么要嘴里打个钉呢？嘴里打个钉嘛，其实可能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嘛，然后听他们说这样接吻起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真的假的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之前对象怎么评价你的？我打了以后就没有再出过对象了，就为什么？很可惜。你这样，你这个唇钉不能打，在我们男人眼里，我觉得你是个玩得很花的小姐姐，知不知道？玩得很花的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玩得很花的，知道吗？哦。还有一些小姐姐在肚脐眼里面打个洞，还有一些人在舌头里打个洞，你是在嘴唇上面打个洞，你的舌头里面有洞不？舌头里面，我不告诉你。不告诉我。那你肯定有了，那你肯定有洞了。我们，我给你来个脑筋急转弯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嗯，好。请听题。好。请问。请出题。好。请问你身上一共有几个洞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。九个洞也太真实了吧？十一个。十一个洞。嗯。哪十一个洞、你说一下。十三个。十三个洞。嗯。你说哪十三个洞？嗯。完了，我跟你聊天，我现在一个也都没有打，我。啊，那你怪我呗。那为什么我能一边聊天一边打游戏，你不能呢？因为我太菜了。你得好好反省一下。对，因为我太菜了，绝对是因为我太菜了。你怎么有十三个洞呢？这十三个哪里来的？啊，你有几个洞啊？我有几个洞，我没数过。你先说你啊，我在问你，你不要转移话题啊你。我就是十三个啊。哪十三个？你说说看。我耳朵有两个洞，对吧？就是耳朵那个洞，对吧？耳朵的洞有两个。啊。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啊。然后我是九 Q 负一，是吧？啊。然后。嗯，然后我左边耳朵上面有三个洞，右边有一个洞，就是耳洞嘛。哦，你还打耳洞啊？你咋打这么多？耳朵不疼吗？因为之前我就是比较喜欢嘛，然后打了，后来也就取了几个，现在就只有两三个左右了。两三个，我靠！你不喜欢吗？我为什么要喜欢呢？你很怪啊！啊？你怪变态的，我为什么要喜欢呢？你为什么一直问我？难道男孩子问别人不就是因为感兴趣才问吗？啊，我只是好奇而已啊！我只是好奇而已，我好奇心比较重而已。跟喜欢没有任何关系啊！还有呢？对我不感兴趣。我对你为什么要感兴趣啊？你这么多动物，老吓人了你。那我取掉几个好不好？还有几个呀？你刚才算了是几个？啊，十一个。十一个，怎么会有十一个呢？嗯，左边耳朵一个，右边耳朵一个，然后我就是耳洞一共四个，加起来就六个，对不对？啊，六个。六个。然后我耳朵上，我嘴巴上有一个，对不？嘴巴，舌头上有没有？舌头上有一个，就八个，对不对？舌头上也有，我靠，不疼吗？我，
不疼，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这种感觉。他是怎么打的呀？你能告诉我他是怎么打动的？啊，不不不不不不，我怕你害怕，你都说你不喜欢，告诉你，他我自己。自己给自己断后路嘛，我还挺喜欢你的，我不能告诉你，我还挺喜欢你的。你告诉我，我挺好奇的呀，你可以跟我说说看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会不喜欢我的。是怎么跟你打动的？你说说看。我们先来说说身上有几个洞吧，好吗？摔死了。好，你说。然后我啊，我刚说了有几个来着，我忘了是吧？六个，我也忘了，对，六个。然后我鼻子有两个洞，嗯，对，啊，鼻孔九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是的。完了，我打野要打死了，不行了，我要没了。对，九个，完了，非常好。完了，嗯，不，哎，你怎么被野怪打死了？太吓人了。那你肚脐眼有没有打痛啊？我肚脐也没有。没有啊？你怎么不在肚脐眼打一个呢？因为我拍照比较喜欢拍腰和臀，就是不喜欢露自己的小肚子，就没有打。哦。然后不是九个了吗？啊，九个。然后下面还有就是两个，就是。哇，这也太秀吧！就刚好十一个对吧？没有算错吧？啊，十一个。我哭了，我为什么要打野？我打个辅助不好吗？刚才。那你为什么不选辅助呢？奇怪了。因为我刚才给你发照片的时候，我习惯选了，又没有多。这亚索这么强。这亚索可能是个代练。你这把可以拿 MVP 吗？你这把拿 MVP 了，我们就我这块就弄弄我摄像头，我们就是。这把要拿 MVP 是吧？行，那我这把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死了，好吧？他们双杀了。因为皇子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这皇子啊，干啥啥不行，逃跑第一名。真会跑啊你！那像你之前是干啥的？我是画画的。画画的是吧？画人体艺术的。你好坏啊！人体艺术有画过，但是没有画得很经常吧？真的假的？这个也能画吗？对啊，这个机器问号，我哥哥。哦，画男的，你是画男人还是女人呢？画男孩子比较多吧，因为女孩子画就画自己的就好了呀。哇，这个也太真实了。对啊，就很真实啊。在哪里学？我也想学一下。啊，你想学这干嘛？我也想学一下画画，因为我本身也有画画天赋的。真的吗？你就是想画女孩子吧？你想多了，我想画男孩子。你为什么？没有，自动攻击。你看我胸大不大？你为什么要打我？我你我没有没有打点错了，点错。你怎么才四级啊？等级有点低啊。讲道理。我刚才说了，我不会打野，我是真的从来不打。我打那么久，我从来不打野的。那你不打野，你选个简单一点的不行吗？选个阿木木不行吗？那这把应该不会输吧？你多大了？啊，我有点老了。我有点老，听你声音确实听起来有点大神的感觉。什么叫听我声音叫大神？喂，你怎我、啊、听你声音怪怪的，就有一种成熟的感觉，确实。哎，没有，其实就可能是我声卡的问题吧，因为我今天之前就是唱歌会那个。啊、哦，你多大了？我是属虎的，你呢？属老虎的。啊、哦，我是属虎的。属老虎的话，今年那个应该是有28了吧？应该。28。应该20几。28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我属狗的，我今年26，属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，
属牛。我今年21岁。你21岁？怎么了？你21岁，你为什么要说你有点大了呢？因为现在的小哥哥不就是18、19岁就开始天天找谁打游戏了吗？我前天遇到一个老板19岁，一个骚话一套一套的。真的假的？19岁就一套又一套的。哦。现在年轻人怎么回事啊？现在。我们家 EZ 和我们家机器开始疯狂输出了。这么真实。多大呀？你20几岁啊？我20几岁啊？我26岁啊。26岁了吗？对，我26岁啊。26岁了呀，你都。咋的了？那你不找个女朋友？我开奶茶店，生意挺好，我怕他们想就分我财产，知道吧？女孩子坏得很，现在。我丝毫没有打出来任何输出。你4级打个鸡儿的输出，你那个6级都没到。我来了，我们别怕，双杀了。好有安全感啊！我爱了，屌不屌？就这一波，值不值得你跟你视频深入了解一下？是，今天我必须跟你试了，但是我要看你长什么样的。我长得像彭于晏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不信，怎么办啊？我才4级，他们会不会喷我啊？我想去混点经验，我去上路打辅助吧。他们喷你，他们会喷你，但是有我在，他们就不会喷了，知道吧？没关系，就算这个，我房子。这个人可能是个代练，我得小心一点。你小心一点，我上路那个一下，我分点经验吧，因为我怕我一膝盖重锤。啊，漂亮！我靠，牛批！还好，一般，倒数第3。你才4级啊！我靠，他在干嘛？不好，你好菜。我建议去玩4399。哎，机器人犯病了。4399挺厉害的。这么厉害？你除了玩英雄联盟，还会玩什么游戏啊？其实我英雄联盟打的就是不是很多吧。今天就是点单的时候，我都有点紧张，哦、我都在结吧，因为我怕你要就是点技术陪陪嘛，我就很慌张。哦，那我点错了。一般其实。那我点错了。没有。怎么会叫点错呢？我现在很好奇，像你这样的小姐姐找个对象，你的男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？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就是，你不是说你跟你对象接吻的话，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吗？对啊，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什么样的感觉？这个东西你想知道？我很好奇啊，我好奇心很重的。你要不要试试啊？我怕你。有口臭。你怕我有口臭？对，我怕你有口臭。我还没说我要跟你打波，你就说我有口臭。我靠，那一次你21了，怎么在用什么工作呀？他标我，他是怕我被秒嘛，其实我也挺怕的。像你有什么工作啊？我一般也没有干嘛吧，就是会打打游戏啊，聊聊天什么的。哦，陪玩是你的全职工作是吧？嗯，差不多是全职了，因为我都没有什么事情做嘛。哦。就之前那段时间就一直待在家里，然后就是挺喜欢那个的。你是游戏？我吃一点经验怎么了？你等一下穿什么衣服啊？我等一下就穿羽绒服啊。穿羽绒服啊？穿羽绒服不热吗？穿开了空调，穿凉快一点，它不香吗？讲道理。啊干嘛呢？我靠，这也可以走位。我的大胸来干嘛的呀？你等一下，你有没有那种凉快一点的衣服啊？家里这么热，对身体不好。上当了吧？你这个直接越我塔就过分了呀！我有大的呀，兄弟。有。我看你是老母猪跳，我看你是老母猪蹦极，简直就是想找刺激你。你刚才就这样骂我的。啊，过山车，现在是蹦极了，现在。
天哪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好菜，我怎么那么菜啊？不行，我要补偿你，你过来，我给你看看我优美的身姿。哦，这么厉害。哦，机会来了。英雄除了他好看一点，没有什么用了。哎，看，哎，缓三方上当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漂亮，300块到手。漂亮。溜了。忙里啊，这可是我靠，有人，我怕。哎，我想问一下你啊，哥哥，就是我这种类型需要被人家保护的这种女孩子，打英雄联盟是不是特别不招男孩子喜？啊，确实。确实不知道男孩子喜欢、啊、你怎么那么直男啊、嗯、你就不能委婉一点吗？你就不能说没、哦、啊，没有。你平时打游戏有遇到过那种让你一见倾心的那种男孩子吗？有啊、嗯、有吗？这个肯定有啊。嗯，然后你怎么搞？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啊，就会说我挺喜欢你这种类型的。哥哥这么秀，我靠，你是代练吗？你这么厉害，那你还不是把他打死了？你还说别人厉害，是你厉害好吧？我是很厉害，太谦虚了。我厉害，我感觉他对于你来说他是个高手，但是对于我来说他是个不是很厉害的人。什么意思？我要彪你了。像你谈过几次恋爱？你干嘛对我的恋爱经历那么感兴趣啊？你都不，我只是好奇而已啊，不要想歪了。聊聊天嘛，你又不知道找话题，我就找找话题呗。我那也不找话题、嗯、我刚问你了好吧，我说哎呦。你谈过几次恋爱啊？你谈过3-4次吧。3-4次啊？怎么啦？21岁谈过3-4次、嗯、阅历挺丰富啊。你不丰富啊，因为我谈了3-4次又没有跟他们就是、哦、嗯，就也没有做很过分的事情呢。哦，就是比如呢？比如干啥？比如跟你一样啊。错了哥，错了错了错了。哇靠，这皇子4-1啊，这个皇子厉害呀，这皇子是个高手啊，我得小心一点。黑切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个 EZ 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谈过几次恋爱啊？我啊、嗯、2次吧。2次吧，嗯，这个吧的意思是，怎么才在2次啊？难道你一个对象要谈很多年吗？对呀、啊。啊，真的那么厉害吗？那不然呢？我是一个很专一的人。来，别怕，我来了。快快，这把不太好赢呢，这把皇子挺肥的呀，哦、这把皇子。一个没了，我来了。别！好，他已经死了。啊，漂亮，舒服。可以啊，还可以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、哦、我感觉我打出了辅助的感觉，好丢脸呐、啊、你能不能先我菜啊？以后我们一起打游戏好不好？我有什么好处啊？我给你打折，打折，我给你，我送你单。哎，可以啊，老哥。我靠，他勾了个牙锁过来，是不是想让我走吗？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你别去，你别去，你慢点。哎，我这自爆一路啊你！我靠，这青钢影，我这下来是青钢影是吧？嗯。我以为是谁呢？这个，你在干啥？你还不走啊？清兵啊！你在清啥兵呢？你赶紧走！你不走我没了呀！不怕，没事，把兵线带一波过去。哎呀，这武器啊，不是。这个我靠，这个青钢影不走，他要打架。二杀一打没打死吗？啊，漂亮！哦，叶刃来了。哦、嗯，嗯，来了。你跟你那两个女朋友为什么会分开呀、啊？也是因为馋你的奶茶，还是馋你的身子啊？馋我的奶茶呀！他想喝我奶茶不付钱，那怎么行呢？那你也喝他的。我什么意思啊？你这小姐，别搞黄色，再搞黄色，我没有没有，不是，我现在打开半麦 APP， 我现在就关注你了的呀！救救我！来，我来了，翻墙！快点 ，W 大招隐身。这把要是输了的话，算我的，因为我不太菜嘛，我打这把是不可能会输的，这把输了，说实话我，他是不可能的。我靠！你怎么那么强啊？那你不是废话吗？我不强能点上你吗？我就是想找一个，
说话好听的小姐姐打游戏而已。我觉得你挺就是挺暖的，因为你虽然损我，但你会说一些、啊。终于被你发现了，就是、其实我就是个暖男、啊，实不相瞒。我们家没他，哎、哦、呀别。实不相瞒，我是一个暖男，但是他们一直说我是直男。直男没有啊，你挺暖的呀。对呀、啊。你上啊，你那么有本事吗？你趁你手长，你勾一个过来。来，好，你又可以。哎，你杀人了、啊，这么厉害！他给我的，他拉了一个人头给我，舒服。你这小姐姐，我要关注一下你啊！啊，真的吗？你可以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关注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漏洞很多。什么叫我的漏洞很多？你的哦，我明白了。你的漏洞很多，可以了解了解。嗯。等会儿我要没了，我先走一步。走啊，别跟他打、啊！机器人，手下留情，机器人。少侠，请留步，我要救你，机器人。可以。我靠，可以啊！这哪个妹子不感动？哪个妹子不落泪？我靠！这不是有手就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真的好。这当我不是，这不是有手就可以，这不是有手就行了吗？这个。有手，对，有手就行了。我的标本带飞成这样，真的我打输了。你应该是个白银吧？应该。嗯，对，这个好奇。你白银为什么要接游戏单呢？为什么不去接视频单呢？我操！因为我想打，我刚好就是遇到了，我就挺那个的了。我怎么你今天能杀掉我，我把屎都吃了。今天，你这个青钢影来抓我来。嗯，我们上路被我们上路三打二打。皇子干啥呢？皇子还追呢，这皇子，你不要个脸了，等我。我靠，可以，这个大放的漂亮，我来了。啊哈！等我，你们千万不要死啊！你们千万不要，我来了。快点！皇子是什么意思？可以三杀了。舒服，我靠！还可以吧？我真的是这一波你试了没有？牛逼！这不是有手就可以吗？我可以跟着你吗？我可以跟在你的屁股后面吗？啊，这不是有手就可以玩吗？你谁说的？你太谦虚了。哎，不是你翻墙的时候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？为什么要考虑你的感受？来了。皮亚索是什么意思？我来了，别！你咋这么喜欢杀我呢？我听说你很喜欢搞我，你，我伤害可高了，你以为？我靠，碰着就没。我现在已经屠杀了，你以为？我就是在你身后的那个美丽女人，你别跑那么快，你，我就是在你身后的那个美丽女人。像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呀？我认识的朋友比较多，而且呢，我的奶茶工人平时跟我一起干，他们也是单身的，想跟他们真的吗？找找对象啥的，好吧？那你都不给我看你的照片，你就要给我找对象？我是一个好老板。啊，真的吗？想跟你看看。啊，漂亮！确定吗，朋友？你敢往我身上跳你？你居然敢往我身上跳你！这个逼怎么这么会跳呢？这个逼能跑不？赶紧跑！能跑！我在跑 ，I'm running。看到你说你嘴碎，刚才你啊，你刚才好贴心啊！你刚才让我赶紧，你怕我死在那里？你好温柔啊！你说，你尬不尬你？你尬不尬？是我，不是真的、啊。你刚才很温柔啊！你没听我都觉得尬。嗯，大龙有没有机会抢一下？我们家伊泽瑞尔在下路带线呢，这伊泽瑞尔，哈哈，这把不太好搞。我去抢了，我怎么抢啊？你教我怎么抢这个龙？抢，哎，没抢到，臣妾，哎，你这个臣妾抢到了就好了呀，你这个你滚过去，你怎么不放臣妾呢你？我
刚问你了，你又不说。其实我想放，但是我没放出去。你按了 D 不就行了吗？你这个 DF 二零 D 是闪现是还是闪现是 F 啊 ？F 我的是 F。我这是不可，我是看你是长得这么高、啊，给谁看呢你？你的闪现是 F 键还是 D 键？我的闪现是 D 键。闪现是 D 键呢？嗯。哦。你照片发我没啊？我后台看看。我照片呢？我打完这把给你发我照片呗。不过分吧？好吧，你不过分。等一下，不要流口水啊！等一下啊。我尽量打。不太好打呀。我们是不是只能打这一把就不能打？我感觉我靠，你是想死？你就跟我说呗，你想死。你要想死，你跟我说呗，你。这个机器看着盾在那，他伸啥手啊？我真的是惊呆了。会叫我鬼叔腰刀，不好意思啊。我的刀可是很飘的，他们已经拿了四条龙了呀，有点吓人。我们还没有输，因为我们有你在。怎么这么玩赢不了啊？这么玩很难赢呢，我们不能这么玩呀。你平时除了打游戏一般干嘛呀？除了打游戏干什么？卖奶茶呀，干啥呀？赚钱呢？卖奶茶？你在哪里卖呀？我们会不会？同一个城市啊！我在哪里卖奶茶？我在，嗯，常德卖奶茶呀。常德？对，我在湖南。湖南。他们都喊我常德彭于晏。经常会有小姐姐会过来买奶茶的。我那个，我之前的有个女朋友，就是天天来我奶茶店喝奶茶，日久生情了。真的吗？嗯，你别去哦，你去吧，你帮我报仇。嘴上说着我猜，心里面帮我报仇。真的爱了你，劝女朋友吗？劝我这种吗？我什么都会，我什么都可以。打他！你咋这么帅呢？你，我靠，你这个跟个小孩一样，这个人。谁啊？来了，等我，别急啊，先别上呢。我靠，感觉打不过呀。莽了。我们再做个铁、哎，我靠！你干啥呢，皇子？你好好的不行吗？你为什么要过来考我？我靠，这个挖掘，这个人是代练吗？这个人？我真的无语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怕我别去，别上，等别上，让了。下路亚索。亚索算个锤子，亚索没有用的。真的就靠你这波操作，真的我感觉得难过，就是都怪我打野太难。他们还要推，就你妈过分了啊！来打他了，你咋这么强呢你？我回头都不行啊！哎呀，你咋这么会跳呢你啊？你还这么会跳呢你？他招闪了，怎么办啊？追得上吗？那是必须追上的。他叫宇智波，你看火影吗？快给他一个天，那个叫啥？你咋这么会跑的你啊，小老弟，这么会跑？可以，一波，我们推推塔吧，不然这把。咋推呀、啊？我杀了他，我关键推不了啊！我杀了人，你们也干不了啥事，关键。我们干得了。嗯，我刚应该听你的，我应该拉克斯打野的，这样的话我还有，我这个太难搞了呀，这个哥哥的话的，赶紧推塔呀，不推塔不赢不了了呀，哎呀，全都是底，全是底，我靠，你碰着就，我靠，牛逼，惊了，真的。可以，这波机器勾都可以。好，这个操作好，复活了。我尽力了。我来了，没关系，走，别打，莽不了。我都无语了。我全炸了呀！就除了我一个人，我把我头去了35个头，10-33。
伊泽瑞尔怎么说？我点头了。我们还是看看照片聊聊天吧，反正错，那个 DJ 了，这个游戏打的是真的气。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太菜了。你不换个凉快点的衣服不行呢啊！啊，这个东西。你不换个凉快点的不行不行啊！嗯，主要是我没有太吊带的一点的衣服。为什么要穿吊带呢？想什么呢你？老板是这样的人吗？是啊，你看起来好像就是那样子的。老板不是这样的人呢，我不喜欢看这种类型的照片。我知道了，我懂你的意思了。那你把你照片发我看看吧。那我给你发张我的照片吧，好吧？对，我免费跟你聊，就当。既然你想看的话，我就发给你。好，来吧。行。我喝口水。嗯。我想上厕所。你想上厕所，那你就去上呗。不行，我要憋着。发了消息。谁给你发的消息？怎么那么多人加我的 YY 啊？怎么多那么多人加你的 YY 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人加我好友。哎，有人加你好友啊，这么厉害。嗯，那你应该是网红啊你。这什么，我网绿，我是网绿。你是网绿啊，你是网红啊你。没有。这是我，看一下帅不帅。等会还没加载出来呢。等会儿。等会儿。屌不屌？你这个是你去，你不是拿别人的照片发给我的吧？我为什么要拿别人的照片发你呢？我是不是有病？这不是那个谁吗？这是谁？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他们说站在椅子上面，那不对，他哎。你就是那个，你放你妈的五香麻辣牛肉皮，站在椅子上，你再说一遍。不是的，他们说你矮，我没有说过，真的是你吗？你在跟我开玩笑，你没有骗我吧？我骗你干什么？真的吗？这是我本人，没有骗你。你这不，你这个确，你等会儿，我冷静一下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几个男性朋友特别？你有几个？是老色皮。你有几个男性朋友说我是老色皮？没有，他们说他们很喜欢你。我靠！我可以来看看吗？我怕你骗我。等我搜索，等一下，等会儿啊，等一下。为什么男孩子喜欢我呢？我看看你是不是在那什么？等会儿，等一下。我确实站在椅子上面，现在确实我蹲在椅子上面。没问题。意思是我跟一个这打了那么久游戏吗？对，没错。其实我就是江湖人称的主播。等我搜搜。我靠！真的假的？哦，你真的在直播？等我看看。等会儿，看看。我靠！我靠！那你还跟我视频吗？不过分吧？你能不能换一个？你在吃东西吗？你能不能换个凉快一点的照片？我的天哪！我惊了！我天哪！我这么说吧，你换一个，你换一个，你有裙子吗？哦，我有裙子啊。你有裙子？你换个裙子，等一下我让直播间的水友给你关注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好多粉丝加我呀，行不行？可以，只不过我等会儿我喝水压紧，我太紧张了。太紧张了，不要紧张了，小姐姐。不要紧张。想到过。兄弟们，给兄弟们抽个1000块钱，弱鸡抽1000元，大家可以碰碰运气。我靠！我要跟我朋友说，我要说我站起来了，我去换个衣服吧，好吗？你就换个裙子，然后呢，我让直播间的
奶茶兄弟关注一下你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志勋。嗯，你等我一下好不好？等你啊，你不是你不会是照片吧？我看你照片长得挺好看的，你不会本人长得啊？我看有些人照片长得好看，视频长得不是很好看呢。我可能吧，因为你刚刚不是说我有点蛇精脸吗？可是你喜欢的类型，你别劈得太狠了。哦，不会。好，等你等你等你。好的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换个裙子好吗？好好好，太棒了，啊、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他们为什么要叫我嫂子啊？他们犯病了。嗯。等一下，我换裙子。嗯，可以，等你等你。兄弟们，这个伴伴小姐姐的 ID 是。有一点奇怪吧？奇怪、啊？没有很奇怪吧？你能站起来我看看吗？啊？你要我站起来就现在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站起来我看，瞅瞅看。穿的什么？不好吧？哎呦，你把我吓！哎呦，你给我耳朵给我干废了都。我把这个关了吧，因为。你为什么不站起来？因为我刚刚才坐下呀。你站起来，我瞅瞅看。兄弟们，给这个伴伴小姐姐关注一下，咱不白嫖啊，千万不要白嫖。真的吗？我。你站起来，我瞅瞅看。我要站起来吗？对，好吧。我们是腿控，我们。其实你长得，你啤酒肚露出来了。我没有啤酒肚，裙子的原因。你没有啤酒肚吗？这是裙子的原因。你舌头伸出来我看看，怎么要看舌头的呀？这么直接吗？你上来就看舌头吗？我挺好奇的，你能给我看看吗？哎呦，你又把我吓死了！你来吧，过来一点，你凑过来一点。啊，我不凑，他们凑过来就行了，我不用凑过来。来吧，看这里。啊啊。啊，干啥呀？哎呦，你这个好吓人呐、啊！你这个不疼吗？你看到了吗？不疼，不疼。你这个不疼啊？看到老吓人了、啊，你这个，你是不是障碍家族的你？我，你怎么能攻击我呢？我说你是障碍家族，怎么是攻击你呢？说你哪个性呢、啊？没有，其实就是自己喜欢呢、啊。不疼呐、啊嗯，不疼啊！要打麻药吗？平时那个舌头，我没打的，我当时直接就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在那儿坐着，这样看着他、啊，然后把舌头这样啊，是这样伸出来，然后他在那边拿了个舌头扯不出来，哎呀哎呀，给我馋了！这么真实，哇，这么吓人，不流血、啊嗯？流了，血都流到我嘴巴了，然后我就把它擦掉了。古有咬舌自尽，今有舌头打钉。没那么夸张，好吧？那你能站起来，我瞅瞅看吗？我刚刚已经站过了，你感觉你在？我都没看到那个腿啊。要看不好吧？看腿，我单独。这个有什么？哦，这个有什么好？我这个没事的。不好吧？你就当就站起来，很正常呢。不要想歪了，真的正儿八经的。看腿嘛，别急，我让直播间的学员关注你，我不白嫖你，好吧？我既然要求你，肯定不白嫖你。兄弟们，给这个伴伴小姐姐，他们可以关注我。你有多少关注啊？我没有多少关注，他们给我关注的。等一下，我的头拿一下。你的头咋了？我的头挡到你，挡到你的摄像头了。你有多少粉丝啊？我有几百个了。几百个？几百个。兄弟们，给这个小姐姐涨个2000的关注，不过分吧？好吧，我们看个腿，应该不过分吧？兄弟们。什么？干嘛那么直接啊？就是要看。点开你的伴伴 APP， 搜索 ID 116025125，点一波关注，好不好？伴伴 APP， 如果没有下载的朋友呢，扫码一下就可以下载，116025125，好吧？这个我刚才打开我的 APP， 大家这个关注一下啊！
那你能给我站？我靠！我靠！我关注已经炸了。不是你这个舌头上的这个钉子有什么用处吗？就，其实我自己挺喜欢的这种类型。我长得就是挺干干净净的，但是我还是会打舌钉。舌钉，舌钉的用处是什么？就是好看啊。就舔完得劲一点。好看吗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你怎么这样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说话比较直接而已，我说话比挺直的。真的吗？太直接了吧？你这太过分了吧？就是我说你那个，你不要抢歪了。那你能站起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。但是应该看不到腿，因为我……那你离远一点不就行了吗？这不一定能看得到腿。你离远一点不就行了吗？你是不是腿粗啊？我椅子推不过去了。你把不可能的。你们怎么那么想看我腿呢？因为真的是老色皮，看到了吗？他们是老色皮啊，我其实不是。你是带头人，你好。就是他们想看我才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是被逼的。你能离远一点吗？就是你想看，你带他。你站那个左边，你站那个地盘旁边，你不用站这边。对，站地板、啊、地板那边。我把腿抬起来吧。抬起来，不要抬啊！你抬起来不行呢、啊，抬起来超管来了呀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超管会来啊，我就是怕你到。你不要抬不就行了吗？它不是很短。哦，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看的，就是那种。我回来了。挺好看的，我回来了。什么意思你？他要给我直播间给我干疯了你，没有，是你自己在搞。你非要搞啊！你搞得我等下受不了了，怎样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真的，你真的，哎，算了，看你就这么好，那我就，哎，什么意思？是谁？有人让我站在椅子上面，我看到有人发私聊让我站在椅子上面是什么意思？有人发私聊让我站在椅子上面。站椅子，你不要搞啊！你现在有多少关注了？我看看，有3000多了。3000多啊？嗯。这么厉害？而且还没有停，还没有停。还没有停啊？这么屌？我的手机里面还在被疯狂的刷屏。对。可以可以。你有什么想？谢谢志勋，谢谢你。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怎么了？我把我自己给你，你要吗？你这个，你对自己这么残忍，我害怕了你。你到时候哪天给我来一刀，谁顶得住啊？但是你真的很帅呀、啊！我帅，那不是必须的吗？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你很帅，然后就很喜欢。那吴彦祖也很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可没有，就是，但是你离我近一点，我离你近个锤子，我太远了。你现在跟我视频，你在现在跟我视频而已，我离你不近的，好吗？近的。直播间已经有谁有想深入了解你了？他有、啊、真的吗？这么直接吗？有些男孩子喜欢你这种类型，就是喜欢你这种挺个性一点的，啊，我是那种比较传统的，我喜欢那种。那种，所以你不喜欢我是吗？啊，对，我不喜欢你，我喜欢那种传统一点的。那你为什么要问我谈过几个男？是你现在撩了我，然后又不……我谁撩你了？我只是了解一下而已。你撩了好吧？我没有撩，我没有撩。嗯。那你以后还要直播吗？播呀，我这。你要播到几点钟啊？我得下了呀，我得等下就下了呀。你就先这样吧，好吧？继续加油，小姐姐，好吧？行吧，那各位哥哥自来办办找我。啊，找你干啥？找你干啥？姐姐，好，给你们安排小姐姐，给你们安排。好好好，好，行行，那我就下了。好，下吧。然后大家可以踩一下我办办的房。好，挂了。挂吧，你挂吧。兄弟们，大家喜欢看主播直播，可以点一波右上方橙色的关注马兔波。